欢迎嚟到学界体育比赛时间。今集我哋会穿梭两个场地，重温1819学年学界排球比赛男 A、女 A 决赛同埋季军战。今届女 A 有13队嘅参赛，初赛咧分两个小组打单循环，首两名晋级打淘汰，争取11连冠嘅培正喺 A 线五将全胜嘅首名出线，圣罗萨英文部次名晋级。喺 B 线方面，永活首名嘅跻身四强，浸信次席出线。喺四强之中，培正轻取浸信跻身决赛，永活亦都赢咗圣罗萨英，将再度挑战培正争冠军。女 A 嘅季军战由绿色球衣嘅圣罗萨英对黑色球衣嘅浸信，圣罗萨英被提高半线，但13平之后就失去咗主导权。17平之后，唔止进账多两分，浸信美局得心应手，25-19先我一局。双方今局多次平手，浸信连续犯错，圣罗萨英最终凭住蔡家荣发球直接得分，赢25-23，局数追到1-1，点燃咗士气。喺陈雅文、林婉环、黄晓仪嘅领军之下，由头带到尾，圣罗萨英以25-21赢咗第三局，局数反超前2-1。紧接第四局，圣罗萨英越打越有，当中以陈雅文最为抢镜，最终以25-14埋单，局数赢3-1，夺得咗今届嘅女 A 季军。好开心，真系好开心，因为我哋系本身冇expect 到会有攞奖咯，但系我哋慢慢打到入四强，跟住到而家攞埋第三，真系好开心咯。我哋一开始嗰局，我谂我哋都系未入状态，所以先会咁样啦。但系到之后，我哋慢慢士气好翻，好咗，跟住我哋又入咗局啦。今届男 A 由7队角逐，先打单循环，头四名就出线，首名培正，持有 A 次名，经抽签之后，持有 A 再赢持有 B， 率先入决赛。培正就弃走咗圣若瑟六咸，将会同持有再会师决赛。南美嘅季军战由蓝色球衣嘅持有 B 对白色球衣嘅圣若瑟六咸，持有 B 实力高一筹，可惜出闸脱脚，圣若瑟六咸一度打出8-1嘅领先优势，满地玻璃水。持有好快又重整旗鼓，随着中间嘅梁子豪同埋四号位嘅钟柏康揾翻啲感觉，逐步缩窄距离。梁启立、方景和等人又接力进攻，先追到17平，信心翻晒嚟，最终从后赶上，以25-20取得首局胜利。持有边站稳阵脚，余下两局再冇任何嘅机会俾对手啦，先以25-15赢第二局。圣若瑟六校第三局虽然落力，但始终僭越不到实力上面的分野，持有 B 最终以25-13结束赛程，局数3-0赢得男 A 季军。其实这个感觉都很奇妙的，因为一路以来啦，由暑假开始组这队 AB 队，又得分啦，训练了这么久，直到现在1月4日拿到这个季军，其实都是一个得来不易的成果来的。女 A 冠军战连续四届由白色球衣嘅培正对绿色球衣嘅永焕，前三届都饮恨嘅永焕，今届嘅整体实力同埋经验都比培正优胜。红蓝军团今届只得9个人应战，战术受到好大嘅局限，只能够凭着发球嘅优势同永焕斗干，前三局就互有领先，最终都系要丢时分胜负。第一局永焕率先抢斩。苏永恩、胡月苗进攻都系有进账，加上杨佩君发球直接得分，一度领先19-15。
裴正士气搭金，好快咧追翻上嚟。经过九度平手之后，黄仙彤两次犯下低级嘅错误，永门一度领先24-23。幸好有何依林嘅开工，帮助裴正追到24平。永援之后三度丢时都是领先，无奈都是把握不到。杨佩君扣杀成功，领先到27-26。然而由师总直接升上来的梁子俊，用强劲的扣杀回归翻教练张家俊的大胆气勇，替裴正追到27平手。间接造就梁晓玉的发球直接得分，裴正丢时首度领先28-27。继续啊，黄晓咗嘅发球，永门有啲危危火，把握唔到机会。经过一轮嘅争持之后，梁子在二号位嘅进攻帮助裴正克服咗4个彩点，以29-27先拔头筹。第二局形势有变，裴正大部分时间都是领先，但是永门相当之紧，裴正赢一分，我就赢够两分，又将对方推到悬崖边，24平手丢射。可惜永门重蹈覆辙，两度领先，始终都是攞不到致胜的一分。队长何依林在关键的时候又打出新加坡，裴正先追到26平手。再将个波交俾发球机器黄晓玉，而呢位二传手就不负众望，连续两次嘅发球都是直接得分，将裴正由鬼门关带翻出嚟，赢28-26，局数2-0领先。第三局同样紧凑，梁子睿嘅进攻难忘，令裴正有11-8嘅好开局。暂停之后的永门进行绝地反击，活生生拦死了梁子睿，打起了信心。其中胡月淼先杀一球斜线，再杀一球直线，追到16平。永门藉着一段7-0的进攻，成功逆转22-16反超前，更加率先去到局点24-21。无奈又被裴正连追三分，再打丢时，不同的是永援今次学乖了，接好一串组织进攻，蔡永恩中间位清脆利用得分，大前25-24。受到领先鼓励的蔡以晴接着发球，结果黄仙彤判断失误，永援终于以26-24赢翻一局，局数落后1-2。又是教练斗法的时候了。第四局在球迷的热烈掌声之下进行，黄晓玉三度发球攞分，黄仙彤就开网建功，加上梁子睿的扣杀，裴正炮去到7-2，信心又回来了。此消彼长，永援的体力和士气同高下降，比段落后到15-23，先至由和月苗发起总攻击，一个人就追咗4分，只系落后19-23。篮不防被梁立尧一个食唔正嘅杀波打窒咗，裴正去到赛点24-19。尽管杨佩君为永援最多一分，但无损裴正嘅信心。何以林杀唔死，任又唔死。经过一轮来回之后，梁立尧再次建功，粉碎了永援的最后希望。裴正几经艰辛，以25-20赢埋第四局，总局数3-1击败了永援，创下学界女 A 排球的11连冠霸业。好紧张，但系又好开心可以赢到，因为可能对方实力都跟我哋差不多啦，咁可能练习嗰阵时候大家都可能有很多失误，但系去到今日我觉得我哋即系喺成个假期每日咁样练咧系值得咯。
永焕连续四年输咗俾培正，今次系距离冠军最近嘅一次，但系始终都系做唔满一拳，系今场输波嘅主因。我觉得其实系有少少唔甘心嘅咁，因为即系好难得可以打到咁蚊咁样，即系都系争少少咯，即系系咯，最尾系。其实我觉得今年我哋平时练波是非常积极的，咁我觉得打到咁，其实我都觉得第一场打到咁咧，超出我的想象咯。我要多谢我啲教练啦，因为今年有几个人帮我哋，跟住真系好多谢佢哋，同埋我要多谢我的队友啦，同我一起打咁耐波，系啊，即系冲击咗好多次的冠军，虽然都系唔得，咁。希望他们第时都可以同培正再在决赛见面咁样咯。今场女 A 决赛都好为经典啦，到底两队教练又点睇呢？首先讲嘅，一个月前我保证系输赢嘅，因为其实你见到佢哋一开始进攻啊，其实佢哋嗰个高点啊，同埋其实佢哋嗰个扣球力量系喺我哋之上，我哋网顶其实优势唔大嘅。咁所以其实我哋呢半个月。集中訓練就係點樣將默契啊、防守同埋將我進攻，我哋之前打啲初賽其實我哋進攻都好差嘅，即基本上話俾你聽，我哋對啲好多隊打唔死人嘅，我哋靠快球攞分嘅啫。咁所以其實我呢半個月都係好集中喺點樣進攻攞分。個打嗰場波之外，我可以講噶啦，就我覺得成場波嚟講就即係一定同我哋有一打，雖然係睇嚟實力或者我哋進攻嗰方面會好啲，但係嚟講我哋始終。在個防守一傳嗰度做得唔好，咁變咗好多時就對個發揮就有影響咯。咁相反，培正嗰個贏一贏又贏嘅防守、防反嗰方面同埋發球方面比我哋好。今集嘅壓軸戰南美決賽，由白色球衣嘅培正硬冚藍色球衣嘅持有，呢個決賽組合已經超過十年噶啦。培正卫冕的斗心相当之高，而且咧迅速入港，相反持有就太紧张啦。培正主力梁家谦无论虚攻定系扣杀都如鱼得水，徐之俊同埋队长叶少贤又表现出色，红蓝军团25-12先拔头筹。右翼25-17再下一城，复数2-0领先。赛事的高潮就在第三局才出现，持有一心要上演王子复仇机，加强了发球的威胁力和进攻，令培正频频犯错，反超前5-3，真正尝到领先的滋味。更加难得的是，他们顶住了梁家谦的气势，李天乐中间快攻，梁家俊四号位强攻，左手将郭浩林连续进攻都是攞到分，加上培正的失误，持有拉开到12-6，逼到川崎要求暂停。重新开赛之后，培正的食火人物梁家谦回勇，以绝对的身高优势，后排攻击和虚攻都是有进账，追到12-14。然而队长邓之浩还以颜色，共六名四号位强攻都是得手，谢恩又拉开到16-12。在王子添同埋郭浩林的力抗之下，谢恩一直保持到3-4分的优势，尤其郭浩林奉承了叶少贤，谢恩领先到21-16。不过5分的距离未叫培正放弃，梁家谦再发神威，两次后排的进攻打到持有就怯怯地，先追到22-23。配合徐乐谦中间快攻，培正追到23-0，将全场的气氛推到最高潮，持有立即叫暂停，但就不多灵了，接发球就麻麻地，李启俊更加犯下低级错误，培正连赢5分，反超前24-23。培正叫喚，
射入关键的时候接发球，压力又相当之大。好彩邓之道、郭浩林咧双人拦网顶得住，最后梁家俊四号位打个捉手出界，挽救咗第一个赛点，24-10，双方要加时分胜负。正正就是考验实力同埋经验的时候，持有显然咧又乱咗一啲，又送分俾对手。回正25-24，手压一个赛点，叶少仪嘅发球。为持有重整旗鼓，梁家仲有虚攻，25-25，保持住一线曙光。然而梁家俊之后的发球就麻麻地啦，培正轻松咧组织到进攻，虽然力扣杀咧顶得住，但进攻的威力就不够。梁家谦啊，福至心灵，任一任带领培正26-25重拾领先的位置。徐乐谦的发球，持有啊有机会啦，龚乐文啊进攻不到。机会咧又落翻喺培正身上，重把手梁家谦再一次喺四号位以超班嘅救生，帮助培正攞埋最后一分，以27-25赢埋第三强，谷松3-0击败咗老对手持有，成功卫冕南美排球冠军。持有再一次清晨于培正，但已经尽晒力啦。系因为第三局差少少，即系丢时跟住就把握唔到。可能生咗啲運氣，或者小球方面做啦，未夠足啊，所以又攞唔到局。前兩局係咪太過緊張，搞到整隊波嗰個水準都發揮唔到出嚟咧？我覺得係因為一傳手感未入狀態咯，所以就即係俾人係咁卡輪，就發揮唔到自己嘅水準出嚟。我係最尾一年啦，咁希望尼亞斯達係繼續同培正可以爭冠軍，即係 keep 住排球呢個項目咯，就繼續同。继续尽量帮学校争光攞冠军。今届南美决赛，全场嘅焦点落咗喺梁家谦身上，佢亦都主宰咗全场嘅胜负。今场出手咧，比平时都要快噶。今年系高三啦，咁即系最后一年大学界，咁最后一球自己攞分，真系好兴奋，好开心。家谦就话：前两局赢得比较轻松，第三局咧有啲轻顶，体力亦都下降。我猛咁 keep 住，即系提队友唔好放弃啦。咁系啦，我哋即系终于挨到上去23-23之后再，再最后得偿所愿赢咗波。今场决赛赛果不似预期，球证嘅哨子声一响，球迷已经谂紧下一年培正辞任到底鹿死谁手。我哋其實喺下年有好多個仲仍然喺個球隊裏面啦。下年我諗方長先啦，喺下年嘅比賽裏面應該會我哋嘅優勢係有嘅。今年因為今年我哋有九個出年畢業啊，咁啊預咗係啊，咁出年其實預咗係非常之難打嘅。冇嘢嘅，排球訓練或者點都係一個時間搭救嘅啫。所有訓練你有心機有時間肯付出，個結果會有收成嘅。睇咗四场精彩嘅赛事，今集嘅时间又到啦。总结一下今届嘅成绩，培正继续成为大赢家，包揽咗男 A、女 A、女 B、男 C、女 C 五个组别嘅冠军，持有则收获咗男 B 冠军。大家都睇到培正排球嘅王朝虽然犀利，但无论男 A、女 A 都遇到强大嘅挑战。下一届嘅赛事叫人期待，大家记得关注啦噃，拜拜。